当元版一杠一僵尸打破限制，能一波全部出动。地刺王双发射手爆炸坚果杨桃，谁能在一 v 一的情况下击败全部僵尸？首先登场的是地刺王，那一群普通僵尸能否走过指压板？挑战失败，有僵尸陆续通过地刺王。第二个登场的是双发射手，作为豌豆射手的升级版，双发射手能否击败一杠一全部僵尸？跟我来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那问题来了，小伙伴认为哪一方会获胜呢？挑战成功，双发射手击败了原版一杠一全部僵尸。第三个登场的是爆炸坚果，挑战失败，爆炸坚果没有发生自爆。第四个登场的是杨桃，1437大地作为植物家族最强植物，它能否击败全部僵尸？挑战失败，杨桃被僵尸直接啃食。